我哋再睇间原积1363尺嘅三房套，入嚟都系一个 L 型嘅大厅啦。再行前啲就一个大露台，望出去就山景同埋海景。成个区域高座就唔多，全部都矮座，所以佢视线系完全冇遮挡。再順住行就有一個廚房，個廚房都是 U 型的，基本上就冇乜分別，空間夠曬寬敞。再入就是工人套房同埋士多房，都是一樣啦。呢個工人房，呢個工人廁，唉，呢度就去垃圾房同埋放啲。但呢邊就冇翻山啊。即系一个位就望山，比较靓啲。由厨房出嚟就见到个下饭厅啦，再顺住走廊行就一个下厕，都好企理。第一间睡房好方正 ，size 好大，同埋佢出面都系山海景。第二间睡房就望另一边嘅景观，都系有山有海。最后睇一间主人房。有两边窗啦，最主要的景观都是望翻之前望的山海景。间屋的楼梯都叫高的。最后就个主人浴室都是混石面有窗的。Victoria Cole 是区内比较少供应的高座住宅，之前就拍了二室，对比翻二室是靓过一室。不过如果你想买晒成层，两间都可以买的。今日节目就咁多，我系雷成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